就是主要，第一个就是说，你必须要先在背后啊，先做一点就是逻辑判断啊。如果它是这个是空的，那就变空的；反之就把空的丢进去啊。而且你做了这些啊，每一个都要做逻辑判断。那做完之后的话，底下可能要五个栏位啊，你可以一次向下拖啊，特别说这一整个啊，这个选取。然后向下拉，假设我预设到20好了，啊，它这个20这边到20列是有效果的。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更多，那就再往下拉就对了，啊，反正你就是在将来再往下拉啊，比如到25，你再往下拉啊。如果啊变成说你要用多少，你要自己再去增加哦，啊。它的缺点是在这里啊，不过它优点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用了啊，你其实应该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哦，就简单就对了。哦，只是说不方便的地方，那就是说你必须要在自己去做更新的动作。哦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需要一劳永逸，一劳永逸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你要不要用那个这个 Excel 里面内建这个函数，你要预先先放，而且不需要逻辑判断。那主要呢，我们如果用 VBA 的话，大概会有几个地方会是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呢。当我怎么样选取？所以呢，特别注意哦。我们前面好像在那个上个礼拜那个马班奇那个地方有没有？不是有个 worksheet 劝举的时候，它假设是什么 H2 还是 H3 忘记了。如果那个储存格改变的话，那我就做怎么样把资料查询过来的那个动作？那其实这一题也类似哦，也就是当什么？不过这一题的话是。不是 A2、A3，特别说它是应该是一整个栏吧？干脆就判断什么呢？如果是 A 栏里面有改变的话，OK，那我就做后面的事情。什么事呢？就是把公式再丢到这几个栏位里面去啊。然后再来，我就是要知道什么变动的那个栏是，变动的那一列是哪一列？比如说我知道第二列，那我就，那一列的这个 B 栏、C 栏、D 栏、E 栏，就做改变那个动作哦。那这个地方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第一个我先把这些再复制一个吧，VBA。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假如选一个，它会跑了，有没有？那如果 delete 掉，那它就删掉了。那程式该如何撰写啊？这个是已经写好的啊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如果我要有这样功能的话，一 Visual Basic，二的话呢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啊，请你在哪里呢？找到你工作表啊，特别重要，它是跟着工作表哦，所以我刚刚已经复制一个过来，叫 Build List VBA，好，那再来的话，程式应该写在哪里呢？就写在对照它的这个哦，所以工作表你请你找到名称叫 Build List，就这一个。请你在这一个快点两下之后，找到这边有一个叫 worksheet 劝举，那劝举的时候的话，当然这里的话，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？我先把这些先删掉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判断什么呢？判断是不是 A 栏变动，除了 A 栏以外的都不要理会。那怎么知道是不是 A 栏？其实很简单，if 我这边先把 end if 先打。if 什么呢？变动的那个储存格叫 target，它可能是一个储存格，也可能是一个范围。它的栏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的栏怎么写呢？target 点什么呢？column，意思是说它变动的那一栏哦，column 这个哦，column，它的 column 如果等于一的话，意思说是第一栏嘛。啊，记得不要用 A 了哈，因为这个 A 它不认得，这个 column 回来它只会是数字，不会是文字哦。好，如果等于一的话，then，然后呢才帮我做底下的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帮我把公式丢到 B、C、D 里面去。所以要怎么丢？如果它劝举了，那而且是第一栏，那我现在要知道什么呢？丢到哪一栏？那哪一个储存格？一样哦，sales。
刮弧，哪一列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变动的那一列。那变动那一列其实是它，就是它给点肉就可以了。意思说啊，变动的那一列，变动的就是它给它的列就这一个啊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是同一列的 B 栏，所以这边打一个 B， 等于什么呢？那个公式。把那个公式放过来啊，公式的话我们刚刚有写过来，就这一个，所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复制一下啊，这个 B 栏里面公式，然后一样呢贴到那个我们的双引号里面啊。当然你要记得一个原则啦，如果本来里面有双引号的话也是一样要变两个，所以这边有双引号两个嘛啊，所以把这两个一样变成两个，然后呢把什么呢，把那个列号改成之前是改 i 对不对？那现在是改什么？改这个 target 点肉哦。啊，改的方法啊，其实它一样啊，就是2哈、啊，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，and 两个移到中间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把这个 target 点肉怎么样拖拉过来，复制到这边。那一样，这边加空白。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，你就再把这个复制。贴到这个2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、哦、只有做完一个 B 栏、哦、不过 B 栏你可以先试试看、啊、B 栏 O 不 OK、哦、先 run 一个看看这个，哎 ，B 栏丢过来了，成功了。但是底下其他的一样嘛，就是再来怎么样，再把什么呢，再把 B 栏还有 C。DE 有没有？所以你就是这个贴，然后这边改成 B， 然后丢公式，B C D E， 总共会到 F 栏 ，OK， 那一样啊，把公式贴过来改，好 ，OK，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第一步哦，请各位一样哦，再复制一个工作表，然后针对这个来练习它的。Worksheet change 哦，好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啊，这个难度会相对的比较高啊，所以我刚刚讲过哈，如果你 VBA 部分哦，实在是还是有障碍的话，你至少还可以先用函数，刚刚那个方法先顶着用，哦，可是将来你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够，你再想想用这个方法啊，会不会更好哈？哦